来，这出叫做水芹，把它抓到外面种。水芹啊，放来吃，因为我会记得，这内底这就是生态是正常的咧，奇怪。好，这水芹正两公呢，连咪拗着就白白叫，拗着就白白叫啊。水芹不耐折啊，这出名叫水芹不耐折。就是水芹袂耐熬的，种草算，你看水芹咧袂耐熬呢，白白叫，你有看哦？那是变哪个人走跳啦？这帮阿做植物已经此地不宜久留了。哦。你唔知个只毒害死哦，唔知。哎，你讲，你讲水芹走来吃，唔咪？好，啊，再两公水芹呢？垃圾棒过来咧顶啊！哦，这棒啊是要够多啊！来，这两公水芹，搁藏咧。好，先安尼来。